实呢，这次刚刚有讲到，之前特别很力挺，所以这次要发这个迷你写真专辑，很多朋友都很支持你啊。真的吗？他们有送上祝福哦。啊，真的不晓得。那我们现在就要来看一下，最近哪些朋友有送上祝福呢？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，朋友们的 VCR。恭喜谢谢您发的 EP 专辑，大家多多支持，谢谢您长片专辑大卖。啊，在这边恭喜呢，杰林呢，把中年属于自己的唱片。其实呢，我也是他这个追寻很久的这一个粉丝。你看这次呢，推出了这个写真集呢，跟他两首单曲，希望呢大家会喜欢他。杰林，加油！杰林，哇，真的把你这种千里的心感都拍摄出来，非常的棒，也恭喜你。啊，这个专辑1月1号开始预购，啊，1月20号正式发行。看完以后真的是想爱的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童生。谢杰林终于要发行自己的音乐作品，他又会唱歌又会跳舞，有你们不知道的一面。这一次他的迷你专辑非常非常厉害，请大家一定要支持他。我最棒的他的谢杰林小姐，要非常非常恭喜你，终于要发这个迷你专辑，还有这样子的很多写真集的片，我觉得太好了。因为要这么珍惜一个当时七年的在单女神，对于一个写真集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，给大家满满的大平台。耶，谢杰林终于要发单曲了，非常的恭喜。因为自己身为他的好朋友呢，是非常非常期待，因为从以前开始我就知道他的歌声是非常好听。当然我们就是歌声好听之外，身材脸蛋都这么好的呢，所以如果你不发专辑的话真是太可惜了。今天我一定要来预告，千呼万唤众人期待的迷你专辑，在1月1号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预购，在1月20号的时候我们正式开卖。恭喜，祝你唱片大卖哦。在这边恭喜杰林呢，他这个要出这个迷你专辑还有写真集啊。那我觉得杰林他是一个非常有梦想的人，因为他做宅男女神，他非常坚持，从2005年开始搬到现在，对不对？现在又刚开始让大家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宅男女神，希望你的作品能够大卖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露露，恭喜杰林。其实我从你到现在都觉得杰林是一个很可爱然后很善良。我现在又发唱片，然后又为了这个苦练跳舞，然后又性感，所以他做什么事情都很有自己的想法，然后很坚持，然后恭喜他终于完成这张EP， 杰林加油！对，我刚刚就是有一点就整个热起来，觉得哇哈，真的好多人很谢谢他们，而且很多大哥呢，对啊，真的很多帅哥是你的粉丝，都有在 follow 你，我早就知道他暗恋我很久。就是很谢谢各个就是大哥们，然后还有我的好朋友们对我的祝福，然后我也不会辜负粉丝们的期望。是，而且当了十几年的宅男女神，以及很多人都说杰林2017年要去当宅男女神哦。我说我可以不要吗？因为再当下去的话，真的要变姑妈了。但是这一次就是更突破了，对不对？对，这个出了自己的首张专辑，迷你专辑，然后又唱又跳，然后呢也有写真集，非常棒的新年礼物。是，那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哈，这1月1号在预购呢，然后呢1月20号就会正式发行了。是的，哇，还是再次的这个希望大家多多支持这张专辑。对，请大家一定要记得预购，因为预购有送桌历，所以呢，对，有送总比没送好，所以记得一定要预购哦。有桌历很赞的，这样一整年都可以有你的陪伴，真的真的，所以大家一定要去支持一下。就是跨完年之后，直接就不要出门，直接在家预购，在家就可以预购了。现在上网这么方便哈。